嗨，你好，我是刘奶爸。我在1997年的时候退伍，经历了新义房屋的业务员，还有Toyota汽车的销售员，然后再到网络工程师，还有网页设计师，逐渐走入网络行销的领域。于是在2003年的时候展开网络创业，那个时候是我第一个小孩出生，所以我在网络上写部落格刘奶爸的网络创业私密日记，后来刘奶爸这个外号就一直跟着我。那时候我在2003年创业是经销伺服器的软硬体产品，并且接案设计网站。那时候没有 Google 的表单，也没有 Google 的那么多众多的免费应用服务，所以我们都必须自己架设网站。那做网络行销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在网络上得到客户的资料。客户如果在网站上填写他的公司名称或是他的名字，然后留下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，我们就可以循着电话打给他，并且跟他介绍商品。因为这些都是精准的客户名单，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，所以才会主动填表询价。所以呢，每一封询价单都会寄到我的电子邮件的信箱，那我们就会跟着电子邮件信箱上面的资料跟客户联系，并且到客户那边去简报。那在网络行销公开班方面，是我在2010年的年底才开始展开的。那左上角这张图呢，就是我这十年创业的产品邮件的伺服器，那也上过 IT Home 的杂志报道。那右上角呢，是在2010年初的时候，我接受吴若权大哥的一个电台的采访，去分享网络创业的经验。那在2010年的年底呢，我开始了网络行销的公开班，下面这一张图就是网站架设的课程。那我在上的课程呢，就是实作怎么样建制自己的网站，怎么样建制自己的部落格。到青创总会去上网络行销班的电子报实作的课程，我就开设了网络行销的总裁家教班。那我最大的目的呢，是希望能够认识更高端的人脉。那这些总裁家教班的学员呢，有一位林友田博士，他是亚洲培训界的常青树，33年来培训演讲经验超过7500场以上，他被誉为亚洲的乔吉拉德，培训的业务战将超过了1000万人。接着呢，我又去上了吴正宏顾问的课。那吴正宏顾问呢，他曾经是旺旺集团、阿寿皮鞋、灿坤 3C 等多家知名企业的气管顾问。那我上他的经营者修炼的课，收获非常的多。那吴顾问也非常好学，他也跟我一起学网络行销，所以我在帮吴顾问做网络行销的实作，也帮他建制他的网站、他的部落格，还有他的粉丝团。接着呢，吴顾问又帮我介绍张曼玲老师。那张曼玲老师他是一位作家，也是一位讲师、咨商师和生命教练。他代理美国的 PDP， 他的客户包含了 Friday 餐厅、屈臣氏、花旗银行，还有飞利浦等知名企业。他同时有著作了10本书。那这十年的创业经验里面呢，让我发现这个时代变动非常的快，产品的竞争力一直在下滑，所以我必须不断的找寻新的客户，开发新的产品，还有做好售后服务，才能够让自己维持稳定的收入。不过这让我对未来产生了恐惧，因为我不想要一辈子都在为了钱工作，所以我朝向被动收入的方向去努力。我经营部落格，开发数位教材，贩售自己的数位商品。不论是开课或者是教学，卖数位教材，对学生的帮助其实还是有限。所以我想，不如直接复制我的方法给每一个学生，让大家边做边学，更快速的成功，而且能够大家一起成功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介绍的重点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掌握商机，朝向人生理想目标迈进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什么是理想目标？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？理想目标在我心中的定义就是，达成你心中人生的最终理想，并且要利益众生。例如，我要成为最成功的父亲，并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，让每一个父亲都能够正确的教育小孩，培养孩子的正确价值观，让社会不要再出现像李宗瑞这样子的事件。由于这个理想目标，它并不会因为金钱的诱惑而有所改变，所以它才能够成为人生的最终理想目标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大面向，从个人做起，然后经营你的家庭，再到你的社团、你的公司，这是属于你的群体，然后再推及到全人类。我们对全人类都有贡献，我们就是在做一件善事，因为我们的贡献最终是为了利益众生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如果我们把全人类的好处都拿来中饱私囊，归于自己所有，那你就是在做一件坏事。
我们人都把金钱当作唯一的目标，或者是最终的理想目标，那就会变得非常可怕。因为一旦你有了钱，你会忘记你的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。所以金钱它只是阶段性的目标，我们不要因此而迷失了自己人生的理想。搞清楚了人生的理想目标之后，我们就不会为了赚钱而迷失了方向。社会上有很多家庭，长辈过世之后，子孙忙着争家产，兄弟阋墙，家庭失和，这都是因为没有搞清楚人生的理想目标，错把金钱当成人生唯一的追逐标的所造成的后果。有了正确的价值观，不再被金钱奴役，我们开始切入今天的主题，要怎么样才能够达成永续收入？我们每个人最好都要有两把刷子，在上班工作，有做有收入，没做没有收入，这是属于主动型的收入。过去的年代，爸爸妈妈终其一生工作，为的是领到退休金，安享晚年。但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公司靠不住，退休金必须要靠自己，而不是靠公司来发给你。如果你没有多重的收入管道，生活将产生危机。如果你只有一项专长，那请你赶快培养第二专长。如果你只有一份收入，那赶快为自己搭建水管，让钱自动流进来，建立你自己的持续性被动收入。网络行销它只是一种工具，学习网络行销就好像在学英文，那只是一种帮助本业发展的工具。基础知识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开拓战场，实际演练。如果没有自己的战场，学习再多的行销知识，也只能帮别人卖东西，帮别人做行销，永远在赚主动的收入，而不是搭建自己的水管。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产品，组织自己的团队，企业化的管理和经营，然后让钱自己流进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好，我是刘芳玉，外号刘奶爸。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刘奶爸，就会找到我。我提供网络行销的策略和软体的操作教学。现在大多数的人呢，都习惯使用智慧型手机，而您是不是也会在手机上使用 LINE 和 Facebook 的软体？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在使用，所以手机、Facebook 和 LINE 呢，都已经成了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。于是我们会发现，有许多人呢，他应用 LINE 和 Facebook 在消遣时间，甚至在里面玩游戏、交朋友、聊天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，但是呢，却没有什么收获。有些人呢，却在其中发展事业，赚了更多钱。请问你觉得哪一种结果对你来说比较好？如果你希望你的客户越来越多的话，那我们来思考一下。你有没有想过去刊登一些广告，例如说公车招牌啊、建筑的招牌啊、外墙啊、报纸啊、杂志广告啊，来拓展你的知名度？那如果你试过的话呢，通常它的价格都不会太低，而且效果呢不一定好，对吗？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哦。现在的人呢，越来越少看报纸和广告墙，或者是杂志广告，但是呢，人们每天都在滑手机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一个道理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人们看手机的习惯，那我们就想办法让他在手机里面看到我们给他看的资讯。那你觉得这个提议好不好？因为我是从网络创业开始的，所以呢，我有一个本事，就是在网络上让陌生人变成我的忠实粉丝。那你觉得这个能力好不好？想不想学？而且呢，我有非常具体的方法。你知道吗？让顾客变成忠实粉丝，它是有正确步骤的，就像在做菜一样，它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流程，才能够色香味俱全。有很多人都觉得网络行销很容易啊，网络行销自己学就可以了。但事实上，有许多人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技巧，还有它的美感，于是呢，他花了很多时间，花了很多的钱，但是却没有得到他要的结果。你想不想花最少的时间、最少的投入、最少的金钱，却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？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呢，你可以上网搜寻刘奶爸，我有很多免费的教学课程，让你了解如何让顾客从陌生变成忠实粉丝的方法。网络行销的流程可以很简单，首先你必须去创造流量，然后有截取 email 的名单页，再发送给潜在客户电子报的有用资讯，去建立信任的关系，最后才是销售客户需求的商品。这五个步骤必须循序渐进，
而且必须重复的去做，你的客户量才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